是他一直在讲说那个公关怎样怎样吧？你搞好不好？你看他还是一直在那，你看还是一直打我，你看有没有？那当时这名男性的酒客呢，疑似因为不满店家的服务，那所以动手推打就是女性的服务人员，那致这个女性服务员身上多处的这个手脚擦伤。那在隔天，这个女性服务人隔天也到本分局来正式的报案，经过验伤之后正式来报案。本分局也掌握了这名酒醉男客的身份，那将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到案说明，依伤害罪来移送地检署侦办。